泰迪，你会游泳吗？我读书那会儿可是游泳队的呀。那教女孩子游泳应该怎么教？首先，用左手轻轻揽住她的腰，再拉着她的右手，然后……可她是我妹妹啊。哦，直接推下泳池就行了。听说女人怀孕了，特别辛苦。是啊，那什么时候最辛苦啊？以我的经验，应该是分娩以后18年。我觉得18这个数字是中国最牛的数字。为什么？你看，少林寺最牛的是18铜人，佛教最牛的18罗汉，最凄惨的审判是下18层地狱，最牛的武功是降龙18掌，最威武的就医要函，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而最重要的是，那些最牛的电影要18岁以后才能看。你今天去哪儿了？老找不到人。去医院了，你怎么了？感觉身体不舒服。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你回去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呗，啊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减肥饿着了呗。初夏，你怎么就不找个男人结婚呢？如果嫁人了，我爸妈怎么办？谁照顾啊？嫁了也可以照顾他们呀。说得容易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这句话也太扯了吧？哪里扯啊？泼水容易，嫁女儿难呐。我们交往吧。你有车吗？我没有100万以下的车。那100万以上的呢？你是不是傻？100万以下的我都没有，100万以上的更没有了。你喜欢看什么电视？奥特曼，好看吗？好看，不过一直有个疑问。什么疑问？每次奥特曼被怪兽打到不行了，才放激光杀死怪兽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用激光呢？你斗地主一开始就扔炸弹吗？你喜欢什么运动？篮球。真巧，我也喜欢。要不找个时间咱们比比？一起玩玩还可以，比试就免了。为什么不敢比？上了年纪以后，精力越来越不行了。年纪是谁啊？亲爱的，我和你妈同时掉进水里，你先救谁？傻瓜，肯定是先救你了。亲爱的，人家好感动啊，那你为什么要先救我，而不是你妈呀？把你救上来，水位下降，我妈也就得救了。你们男人真笨得可以，为什么这么说啊？泱泱大国，居然找不到11个能踢球的。主要是你们女人不行吧？这关我们女人什么事儿啊？生不出能踢球的呀。我有个秘密，憋在心里许多年了。什么秘密啊？告诉我行吗？你可靠吗？放心，我朋友们的嘴啊，一向都很严的。反正也不算什么大秘密，那就告诉你好了。好啊，快说快说。我前女友生的孩子特别像我。切，她嫁了你妈的前男友呗。看得出来你很幸福。怎么看？你女友真的很爱你啊。那当然，羡慕吧。羡慕。对了，你怎么知道她很爱我？她做梦都在喊你的名字。你上个厕所怎么这么久啊？隔壁有人，不好意思出来。这是为什么啊？因为憋了很久，所以一进去我就放了一个巨长的屁。然后呢？然后隔壁问我：“哥们儿，你这是要起飞吗？” 今天考什么？考英语听力。考得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就悟出一个人生道理。什么道理？有些话只说给懂的人听。结婚这么久了，你现在看你老公还会有感觉吗？会啊。什么感觉？心跳加速的感觉吗？真的啊。
真的很怕他突然问我钱花哪儿去了，我也不知道钱花哪儿去了呀，反正就是没了。妈，我和同学出去旅游。男同学还是女同学？男的女的都有。总共几个人呢？两个。你没再找女朋友吗？再找？我从来就没有过，好不好？这么惨？别说了，伤心。你把手伸出来，我看看。干嘛？看看你的掌纹。看掌纹做什么？通过掌纹上的感情线，帮你分析一下你的爱情。都这么多年没女朋友了，你觉得我还会有掌纹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鸡鸡。很多朋友听说我经常在公众号上和网友交流爱情、理想，甚至是私生活，并且每天更新许多好玩的内容，于是他们产生了加我公众号的念头，结果搜出了很多妖魔鬼怪。为了避免朋友们找